投6000万进军医美，他4年前就退股出场。范冰冰日前访台，传她除了参加钻石品牌记者会，还跑去和美容厂商开会，有意投资台湾的美容产业。演艺圈其实有不少明星将美容产业视为商机，并愿意砸钱经营。像是综艺大哥胡瓜，他曾投入6000万元资助女婿李进良开业，之后又合资3000多万元前进台中设立医美中心。不过后来爱女小珍和李进良爆发婚变，夫妻还分居，胡瓜不舍女儿。据悉早在四年前就出清台北诊所的股份，隔年台中诊所的股份也卖出。